天吹得着人将厝分东西。流目屎，请你快乐等待我回来。人生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活菩萨。人生人海如风中，生最是苦，最苦担不送。唐一郎，唐一郎，能对。希望你平安又看到了这，欢迎来收看快乐活菩萨。人生人海如风中，生最是苦，最苦担不送。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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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活菩萨。我扮江南 star， 呀！老师啊，那今天是美丽的星期天，对啊，那无啥咯，家己亲自来搞咱公司哦，客官娘等于厝安尼啦，啊，搁要互咱减少着污水啊，来公司敲都卖为银行啊，那个什么客，那个什么客厝啊，啊，那个哎，你们那个叫做什么处理啊啦？哦，那个几天啦？迄个蔬菜个料啊？迄老朋友啊，哦，迄二十单超过啊。咱若唔知那个讲伊带柠檬个好个嘛，个咩年收年收啊？嘛是爱年的收，年的收，年加收。啊，那个收无出来呀，问这个是。好啦好啦，嗯，那个来到咱公司哦，咱的观念哦，老师，人伊讲用咱的观念吼，用要二十几单啊嘞。对啊对啊。但是我看伊拢无老啦。无嘞，佫较少年嘞。佫较少年吼，哎呦，有啦，欢迎介今朝你讲吼，早人若经过二十年岁，我会摧残有无吼？摧残你，真正。应该是天透伊啊。无，拢差不多连连包包伊啊。啊，无嘞。无嘞。伊不但人精工，外表佫好看，佫有水，笑容佫有。对，哈哟。嘿，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伊才笑会出来。你甲看哦，伊家己哦打机车吼，为灵魂打来搞这。对啊，迄若要打机车来讲吼，起码很多爱打要几点钟的。但是伊唔免哦。哦。呵。安尼啊。嗯。说一个名就够啊。说王叔的。说一个名就够。好啦，那有那耳朵可能太赞嘞。机车你骑得蛮骑上紧的，啊慢慢啊得。系啊。方便就好啦。好啦，那代步而已啦。是啦是啦。你走路较紧，安尼个好啊。是啦是啦，谢谢罗兰啦。感恩啦。而且哦。今日跟我做在老婆山的吼，过河等那边拜拜哦。哦，这样子。啊，但是哦，那有晚风的吼，哎，老婆山无多来。哦。哎，所以呢，无多欣赏到呢吼，咱河等的风光。对啦。啊，因此我伫咱家呢，那么爱哦，就咱河等哦，吼。安尼一工一工个翕几幕啊，互咱大家看一下。除了重点以外，咱有四颗灵灯哦，一植物都拢活嘞哦，足青翠的。真正呢。好，充满生命力。你来看卖吗？哎呦，今仔要看是啥？你上袂到的。
这原本是一块地，水池啊啦。对。啊，我已经把水池啊卡掉啊。嗯。啊，伊水池啊内面原本就有种莲花。嗯。啊，莲花吼，伊即卖内面是有迄个莲子嘛。莲子。哦，啊，有莲藕啦，莲藕莲。莲藕。啊，一见人有法度为一地转个。蹦，不是发现个蹦起来，蹦去土边起来呢。意思就是讲，这两丛就是莲花个地方。这莲花啊，莲花啊。你干嘛看个莲花注意土种出来耶？种的，发出来啊，种出来。啊，种来唔好。安尼人看，人会看无？啊，无变安尼。你唔得爱翕一个沙风呢？好。人讲爱哦，就叫千万千万。我都听你有无？哦，啊，甲幽静来。有啊有啊有啊，幽静有啊有啊。幽静那个幽静。有啊，幽静啊有啊无？哦，好。有无？安尼对无？对啦，真正哦。即摆林刚你来时，你会看到，哎，莲花唔是拢看伫水林，现在伫土林阁有哪会发莲花啊？嗯，还真正足奇怪耶。我即摆嘛是想拢无，伊到底是为虾米为头土内底种出来啊？哦哦，无啦，啊，伊就原本就一捆。无唔对啊，老师讲个是无唔对啊，问题是啊，我已经甲卡卡吞吞起来啊。嗯。只是讲伊莲藕有一半底啊，你扣扣唔到诶。一个挖起来呢，哦，不简单嘞，真正不简单嘞，生命力足够，性命咱嘞，所以咱咧磁场真强。而且一个，就是咱介济人啊，身体无健康哦，伊拢足想要来啊，咁要来啊，咁行行拜拜嘞。天灵地界的好地方，其实底下日月精华、精气啊，咩啦，天地有正气，你讲怎样？哦，所以你讲有当时要咱老祖先咧讲吼，咱爱烫只卡有无？哎，打土气，系打土气。哎呐，咱无用头顶即块土地有咧喘气啊。嗯哼。哎，所以咱呐来有当时啊烫只卡起来打草皮，未歹啦。哎对。像我大家在拢安尼呢。打草皮个啊。对啦对啦。够无？哦，喏，除了有植物以外哦，咱嘛还有动物呢。什么款的动物？咱来看白鸽。哦，白鸽。哎哎，很漂亮的白鸽。啊，你无往动画？有啊，伊行咧。哦哦，哇哦哦，我有有哦哦。我是讲伊点点，你要当作你翕相的呢。还好啊，伊怎样我咧来翕啊？我讲哦，这白鸽安怎来？你知无？安怎来的？早当时因为阮咧大楼哦，嗯，啊，伊这白鸽就是人个款那个。迄个冷气，外口冷气所在做鸟仔巢。嗯，啊，鸟仔巢即摆会伫遐放屎，放啊足太高个啊。哦。咹管理委员会哦，就甲掠起来。嗯。掠起来，按算要甲处理掉就对啦。要拉横鸟仔巴啦。哎呐，啊，我甲冻掉个，我讲卖。哦。即我掠来活长期，安尼。一条性命咧。哎呐。嗯。我即摆掠来活长期哦，啊，因个掠，我就去甲掠来，因个掠，我就甲掠来。哦。即摆来。来家的时候，拢只生团。哎，真正，一收原本七八只哦，即马三四十只。啊，而且一个套掉了吼，那一般会的吼。啊，即马也有诶，外口诶，分家，诶分啊，飞来吼，啊，拢搁去套掉。套掉诶啦。哎呐，啊套掉生出来嘛，介水。哎，介水掉掉。系啊系啊系啊。我就是咱诶家哥迄种诶，嘿有无？对啦对啦。哎，厝内底分家去讲白色诶分家套掉，套了没伊诶死个死。是啦，所以咱爱惜生命，一切众生拢是命啦。嗯。啊！伊有难，所以伊无去用行钓伊。对，伊来遮会当活甲介健康。哎呀！哦，哎，伊这自由出入面呢？哎，伊无人管哟。这是有毒啊，无唔对。不过这拢无，这种自由要出来就出，要进来就进来呢。哎呀！一出来那碰见就马上扣掉。放散毒的吼，咁是安尼讲的。野放的，野放讲无，唔是野放是散毒，无唔对。放养的啦。那是咱有好食、好漂好的所在，啊有人。固定时间好食，有来也饲个啊，不对啊，所以伊鸟会当啊，时间到就等下等下要食饭啊，伊会当活到介水啊，好啦，好，好来一箱，哎呀，是啦，咱都要喜欢洁白，人就是爱纯洁的心啊，爱有一个纯洁的。哟，啊，从老师的心，老师你今日做我穿情侣装呢吼？哎，你唔知哦，我知影你今日要用白鸽，白鸽，我大雕。好啦，把汽车驾出来。汽车，来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们唱。花老鬼，花呗便宜到阿贝。啊啊！再重来回来。
三不了呢。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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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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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再次，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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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四、一、二、三、四。祝你拜，好出去，拼赞赞哈。嗯，我今仔日来讲一个 news。什么 news？ 代志发生离三四十年前。三四十年，哎呦，离咱南台湾的玉井。老师，你连刚刚个刚等你玩玉井，我敢去也敢唔敢？敢呀！我去玉井食山药饼，那个头家真能干嘞！有啦，哎呦，哎呀，讲咩？我老师签名嘞，真正有呀！我今早我无敢签嘞。是安那讲？啊，这签嘞好啊！无啊，未使。嘿，人个是讲叫咱立钱签嘞。好啦，阿你讲个较早。啊，就一个一个查某人又生一个囝，啊，住咧玉井啦，好所在。啊，因为两个母仔囝，同相依为命啦。哦，伫阮玉井遐个。对啦，啊，无老爸啦。哦，可怜啦。啊，这个查甫囡仔吼，介刁滴啦。故意人。哎，有冇同款啦？就故意。有冇同款咧？打死袂偷啉咧，真正啊。什么人打死咧偷啉的啦？啊，结果吼，伊拢无交七啦。未要高啊！啊，三四十岁啊！啊，无高七啦，哎，母啊，足烦恼是。哎呦，啊，这个单传哦。有咧高气啊！真啊，真啊，无见啊，娶啊，较会对得起因老爸。叫啦！不要叫媒人哦，来甲做亲戚。哦，啊，跟我做啊！有啦有啦，啊，就有那有娶啦。有娶啊！有啦有啦有啦，哎，母啊，拢有加加。哦。讲你也娶，我好了。啊，结果嘿啦，啊，结果经过半年啊，奇怪啊，无。啊，无鸟啊，无家庭啊，呢是安怎啊？哟，迄个是呢，娶某就是要传宗接代。对啊，阿母啊，足着急了，来，阿囝啊，你来啦。哪位母啊？阿母啊，问你，啊你，你是有咧惊房无啦？哦，母啊，我阿未娶某时，你就甲我教。讲惊房。娶某吼，好爱惊房，阿母啊，该忝呢。啊，戆囝啊，啥物事惊房该忝？迄有通爽一工哦。听过就讲呢，送一摆啊！听过就讲呢。哎呦，啊你是安怎行？啊，都头前门后边门一抓来抓去，我哎呦戆惊呢。啊，唔惊房，唔是安尼呀？唔是啦，唔是惊来惊去吗？无啦，叫惊房。你房间内面惊，我唔是啦。惊房就是你家，你无在困，你家门大掀开，啊，个两入面，个两出来。跟两厘米，跟两寸，安尼要未啦？是安尼啦。哇，我知影啦，吼。安尼就较安尼较快活。啊，讲较明显呢。即马经过半年啊，嘛无鸟无家庭。咁无？安两年佫出来检查身体，也无吞钢也无吞毛啦。咁嘛经过一年啊，未身体拢健康，啊开拢佫未生。来啊，囝啊，你来啊！母啊，阿母啊，去问你耶。母啊，你这是跟问我玩呐？你有像母啊，跟你讲，甲掀起来啊，甲两厘米无啦？哦，两厘米跟两出。有啦，母啊，有啦，我有两厘米。啊，有两出来无？啊，冇跟两出来。好好。啊，你两厘米创啊？啊，两厘困一个啊，我就搁出来。啊，出来，较搁你两内面搁啊困一个啊。你唔是讲叫我帮大掀开啊？你咪内面甲困一个啊？哦，搁出来。哎呦，唔是安尼啦，哎呦，好啦。这个惊戆哦，刁钻哦，我直接甲讲明的。好，林母啊，你个直接讲明的。我跟你讲，林母若在困的时阵，你用你身躯顶上顶的所在去弄林母放尿的所在，安尼母啊，赶紧就破损啦。好，迄叫做惊戆哦。对啦，我俩唔讲我清楚。对啦，哦，安尼我哎呀母啊，我哎，哦，迄个暗，我
白话爱白叫无吼。啊母哦母啊哦老花人老的好，迄在线的哦，迄好哦。即等人透早，我还要讲见啊！啊，你讲头青目睛啊？什么叫头青目睛啊？哎呀，啊，就头青青目睭睁睁，哎呀，头青目睛，哇，你闲话啦？啊，拢嘛厉害！闲啦！啊，你讲叫我用上电的所在去弄我无办理的所在？对啊，对啊！啊，我大家气气蒙蒙的，我大家上电啊！啊，你无办理的所在耶？啊，唔是去弄马桶啊？无弄。啊，办理的所在唔是马桶。哇，你了人家高人呀！我到啦，哎，我同款啦，高一两个，你掉定啦，我这人我该掉定呢，我到，哎呀，好啦，啊，咱你哋张吼，你关心老婆生的这个胃的问题，啊，我要讲报告啊，安娜，今仔日去关心一摆，关心个咩用啊？哎嘿，都爱去等啊，唔要等我，我唔知啦。哦，大家该学咯，哦，这里干那直播，这里胃哦。免做免堵免疼免碰碰哦，免一车生啊，免一车生啊，物件大行的当叫阮家老婆婿，大家讲哦，差我济哩。尤其是吼，咱咧身体愈歹个，伊愈足足爱食足济药啊，有无？哦好好。迄药啊吼，特别拢会破坏咱个胃壁，你个胃阁愈歹哦。对啊，你胃若顾好吼，你三顿食这物件会吸收，人较有元气，较有体力。包括你咧吃药，物嘛较有效。对啦对啦，安尼看免愈食愈济啦。是对。哎呐，小等下咱过来关心啦。胃的问题。哦，啊，就那一车生的人。一车生的。哦，咱张辉这个观念方法落去，你都袂一车生阿袂。哎呐，一起来啊，规个心情啊，疼啊，腹啊，哦啊，烧滚滚安尼无吼。个会扎掉诶。啊，这一车生的伤到咱的食道的黏膜。你即马个脑伤到，啊，你那有咧食酒啦，还是有咧食薰啦，还是拢爱食迄险的刺激的啦，还是讲拢爱食烧灼烧的烧汤无？伊个伤到黏膜所在，伊就会病变。包括一车生买病变哦。啊、你即马一车生就伤到你个黏膜嘛。好。啊，伊即马安尼食，到落尾伊就会变食道癌。食道癌的原因就是安尼来个。哦，细字啦，拢爱细字啦。哦，啊，你若是为有个人甲我讲，张辉，我有去肠胃镜，医生讲我有溃疡，啊，又开药啊，我照讲吓啦。迄一定要有一个疗程，上盖无爱食三四月日。照气功。有啊，伊若佫甲你肠胃镜，佫验了你内面有幽门杆菌，伊都要佫开抗生素互你食。伊照你的年岁、体重、身高，看是要开一礼拜，开半个月呢。嗯。安尼你杀菌呢，但是迄未杀未死啦。治标无治本啊。幽门杆菌啊，甲你摸你你的溃疡的所在，迄个胃的所在都会病变。病变可是胃癌呢？你唔知呀？哦，咁样戆戆嘅。胃癌嘅原因其中之一，都唔惊一万次，惊万二啦。啊，食到一百年岁啊，叫去大掉去了了啊。所以你咧，干脆放我去啊，无咩咯。所以你若想咧食胃药啊，你也感觉讲伊有效啊，无效么？哦，咱你要食胃药啊，吼，咱唔爱看。你有诶做做囡啊，少年家的拢食胃药，食到真什么散，什么丸，什么膏，什么有诶无诶，什么健胃精等诶，啊，食到真够咧食，你嘛知影讲迄放屁人高兴咧，啊，无啥物事安尼啦。咱诶胃，咱即马爱一个阶段，即马到这个你注意听哦，咱即马到这个年岁阶段，较早遐物件无适合你食。好，哦，我唔是讲遐物件唔好啦。不适合你吃，你甲想啊，你自少年二三十岁、三四十岁，食到近三四十年啊，你真要搁食三四十年嘛？无可能嘛！咱若短时间内，咱赶紧的，那跟黏膜甲修补好，互咱胃三五天就赶紧都好起来啊！你搁等下隔吼啊，较侪时间难隔。一个不用对路。那免烦恼啦哈，来超级。功夫。
咻咻，天空四开，四道丹田金开，吹下巴爱提钢卡真叻的。好，我的梦一一正平一连，正平一连，倒平一连，倒平一连，头前一个，后边一个较好伊。咻，到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开五年啊，无要紧啊。好好，我的梦一一，徐杰。火龙功，使劲！切！火龙功，使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顶个缩起来，你有执着，你这么像个半步夹片啊！哎，超级笑话。我今日要创啥呀？我较正经的，因为咱今日是哦，在做者呢，小朋友拢兼阿公阿妈，你看咱这优质的节目啊。较早吼，较早呐，诶，皇帝要出巡呐，伊要微服出巡呐，微服出巡呐，哎，出去哦，拢规半年才有当然哦。啊，所以皇帝伊是讲，啊，我只一寡只个爱妃哦，大家拢挑选呢，拢水个呢。有啦。啊，我若无滴咧，啊，伊那咧上哦，哈哈哈哈哈。是无说辛苦呀？伊那咧下，哦，当初只文武八卦好哩。啊，你未说啊？啊，你未说是啦。皇帝咧。是啊是啊，尾下是讲啊有啊。啊呐。改款你爱妃哦。穿一件真超带啊！哦，一件一 T 衫无，伊个 T 衫，伊个都拿物件入去，七日就等伊啊！内裤个了啊！哎啦，一件内裤，伊个主动的，你只要物件入去，伊就甲七等啊呢！哪会想到拢？哎啦哎啦，哎，就放心嘛，是讲好，安尼就无人敢孝顺我爱妃啊！哎对，皇帝就出巡啊！一去个足久啊！半年，半年才等来哟！半年等来咧早调的时阵哦。威武，嘿，无咧恢复个啦，哎呀，来你啦，走，咱啊，这文武百官，我要看什么人对我忠心，我无伫个时阵有咧孝顺我的爱妃无？无，把恁的裤拢脱起来，上早调的时阵啦，一日一日加早，全部拢脱个，做个脱，文武百官脱起来，我系啊，安怎？遐物件拢脱你。哦，恁家就是那孝顺我爱妃，是不是叫真当呀？哦，这么忠的啦！对啊，对啊。好，哎，多加什么人阿呆爱无？阿呆呀，好。哦，阿呆个好好啊，表示讲伊无去孝顺爱妃。好。哇，所有文武百官大家拢结当呀。嗯。但你也个老爹。干嘛呆呀？安尼阿呆，你算忠实的。嗯。我跟你讲。嗯。我跟你奉受一万两银。哦哟。安尼啦。阿呆算忠心嘛？是啦是啦，阿呆就甲皇帝说多些么？不过拢无讲话啊，无讲话拢点点嘛，拢点点啊，安尼也无够虔诚啊。对啊，阿皇帝讲，我想输你一万两银呢。你含一句多谢无甲我讲，你连一句你都搞多谢都无讲，来你甲我讲，讲一句多谢，安尼啦，哦，是安怎讲啊？业绩无扬。我靠！啊，不是咁快，你用计哦，是大个。哎呀，咱波浪真正袂客问题啊，你啦。真正有意思。我要讲一个较正经的。有。啊，大家有一天我等于因外婆因兜。有。等于外妈遐。嘿。外妈知影讲吼，啊，大家呢要去找伊哦，跟空一点吼，迄猪脚呢。猪脚。哎。滚烂烂。有啊，大家上爱食猪脚。对啊对啊。哇，啊，大家就欢喜啊！哇，阿妈阿妈，猪脚有够胖的啦！哦。我先食一块啊，阿玲爷吼，你无小心哦，要搞食的时阵。有。压落涂骹啦，夹落去。哟，阿哥问讲，阿妈阿妈，啊你这吼涂骹敢有咧流啊？哦，阿妈讲有啦，有啦，大家蛮流，一讲个流三遍的呢。哟，你都怪清气哦，哎，想讲涂骹。啊，有咧流的。哎，出来吃，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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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讲，好阿妈，你这吼涂得多好食呢吼。啊，一般讲系呀，阿公，啊是讲哦，你大家拢流涂骹哦，哎，水嘅浪费介济呢。哎，一般阿妈讲。没啦，什么没？因为哦，我拢用恁阿公正常刚开的水来流汤。啊，
嘞，都听开叫。哎呦，我系我，我正经人，较正经人。啊，冇正经哦。我来讲咧，阿呆啊，阿呆强拍个头天目睛去大院啊。哎呦，那样咁重啊。对啦，阿腿啊去甲看啦。阿腿啊讲，哎呦呆啊，啊你个足吊得的人，较会含人冤家红。安尼拍甲头先目镜啊！你是安怎啊？讲无啦，哎呦，人啊好心好雷针哦。是安怎讲啊？讲来听看嘛耶。我着着天气介热啊，啊是讲哦，来去公园哦，哎，树仔脚来行行对无？嗯，安尼几种啊？啊，行行到公园边啊，差台车里啊啦。哦。啊，你遐是喏，我看到内面哦，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烫光光呢。车内底，你甲看外热倒，伊热甲两个人烫光光呢。啊，迄个查某用要死啊呢，迄个查某目睭搁瞪白个呢。啊，我死哦，啊我死，我看伊两个在要死啊哦吼。我摕石头玻璃甲哈毛派，要甲救啊。啊，结果想我甲哈毛派，做查某讲咧，迄查某出来给我整啊。这不是安尼啦，破坏人个代志。板桥郑小姐两杯瓜车顶四公牛，这步步过崩坑，心情真轻松。车顶一个水果牛，目睭我真活动。吹皮皮一碗。我心肝跳恰恰，要问你一句话，不知通不通？这步步高家己，心情真趣味。车顶彼个水姑娘，对阮来笑眯眯。恁听到哔哔哔，想问你一句话，搁再吞落去。坐火车过天桥，身躯嘛地一摇，耳孔鼻地恁拢跳。啊，心肝嘛像火烧，请问小姐要倒位，敢要甘稀微？若要感觉有趣味，人来做着无犹豫，怎样你无心意？啊，我头做你去。今仔日咱台中的这个赛场特别带因的太太甲两个囡仔，会在七早八早的来拜拜。啊，赛场伊看咧公公好加在哦，有咱好伊的观念甲方法。无两个翁仔某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因的太太讲呐，在时啊呐，迄款伊都豆奶啉啉的吼。啊，一晚呢，伊就漏屎啊！漏屎啊！啊，食满一只呢，啊，一面呢，伊就漏屎啊！啊，食啥漏啥就对啦。嗯。讲差不多有将近，他都要有半年的时间啊。医生安怎看，药啊安怎吃拢无效。安尼哦，食啥拢放啥，啊拢漏啥就对啦。啊，讲干那医生安尼看，药咧吃拢无效啊。安尼啊，赛上伊家己本身就是过去较早可能少年时阵都。哦，那交际空阔吼，迄、那个烧酒加减有啉，啊有去伤着，迄、那个溃疡，伊讲喝得过来，喝得过来，啊，伊家己本身拢无药医，伊干那药医因太太，我讲哦，啊你卡电话吼，我着恁两个人做伙处理，对，做一解来，啊啦，太太伊即个食啥放啥，啊食食着漏屎即个问题，嗯，安尼用我的观念方法，偌久半个月。伊规半年看医生，食药食袂好，看用我的观念方法半个月呢，就改善啊，加进。赞。
安尼较近，安差不多要一冬的时间啊。经过呀、啊。哦，伊讲讲足歹势。经过要几冬啊，卡来咧甲母娘啊，搭消，无要紧，啊，就拄啊这段时间拄啊拄着疫情啊。哟，佫无方便、啊。哦，啊，无要紧啊，这大家拢会当互相相体谅的。安全第一嘛。啊，因两个囝，卡来讲讲吼，阮爸爸跟妈妈因即摆有笑容的，较早两个翁仔某足够笑的，啊，拢无笑容。人咧艰苦就会砸啊，啊砸就烧命，啊砸就烧命啊，是袂讲面家安那，都两个人做个大个人就对啦。今麦袂啊，今麦感情介好啊。而且佮烦恼伊个胃出问题，佮细胞。啊，食到今麦即落年回来啊，就今麦伊就是咧听我咧讲讲，常伟讲的，讲的这胃溃疡呐无好呐，一直安尼哦，迄会生歹物。啊，我就烦恼啊，当然唔是你烦恼，大家都烦恼。对。哎呐，啊，无紧啦，即马有咱的观念方法，你就免烦恼啊。顾你的胃。哦，啊，伊即马两个囡仔来啊，啊，耳朵干就对啦。像全家福啊。那么，那讲到这个胃，咱讲熟悉了吼。曾经都有一位三十多岁啦，还未四十岁，的一个美容师啦。嗯。啊，伊无男朋友啦，啊，啊，无嫁人，啊，无男朋友。啊，伊像听起来胃疼。哦，啊，胃疼，伊都包包内面拢有诶药啊，止疼药啊，啥物药啊，我唔知，讲都来食一粒落，啊，规工都未疼。哦，算平药啊啦。啊啦，系啦，你着吃了，这些呐，你疼啊，着食一粒落，啊，规工到下班伊都未疼，安尼着。啊，连续食早餐差两冬啊，差两冬的时间，有一年，拄啊，因咧周年庆的时阵呐。我爱再食一粒落，到下昼搁咧疼。中昼搁来食一粒的，到夜晚同款搁啊闷闷啊疼。无较好啊！啊，伊心肝就讲哦，唔知是不是周年庆较无闲哦，搁无时间通食饭哦，唔知是不是安尼问题。起码过年了后的时候，伊拢早去检查。周年庆完啊？啊啦，你要去检查，我报告一个看咧。安那？胃癌末期，30几岁哦。胃癌末期，拖伤过去耶。对啊，这就是我的老婆在这里，我咧讲的，人唔好慢赔啦。病拢是拖出来的。啊，你蛮当作讲啊，我胃都疼很久，都袂安怎，唔惊一万啦，只惊万一啦。安怎像这刚30几岁呢？哦对，都小人。啊，得来安尼。但胃病，啊，咱真啊，食到一百年回来啊，观察两一半啊，过去啊，那个胃咧出状况的，就去了了啊。啊，对不对？啊，你物件要怎吃啊？是啦，所以咱要把这个胃顾好。你看咱在世上的翁仔某两个人看外学了，学了噶。啊，这唔免烦恼呢。胃其实人讲刚学一点骨啊，要攻破都唔值钱啊。要好你的胃会长筋吼，挂病筋拢甲慢起来吼。对。迄个干一个方法呢？干一个独干一个方法呢？叫做修补你的黏膜。黏膜。来看一下，咱的胃酸加咱的胃壁，哦，的中间才有一层黏膜啦。你若无一层黏膜，咱的胃壁会叫胃酸甲咱伤着。哦，因为咱的胃酸是强酸啊。是啊，咱的迄落肉啊骨头较大块，嘛拢用了的。所以有一层黏膜，迄层黏膜会当来抵挡这个胃酸，啊。那么，咱因为咱大家拢自做囡仔开始大顿细顿大行食嘛，啊西药中药也咧食嘛，拢会伤着，啊生活紧张嘛吼，拢会变薄，所以到落尾咱的黏膜会伤着，啊要伤着这只对一只无一定，无一定啦，那一旦伤着了，伊就开始流皮啊。六皮，六皮，伊就开始叫做溃疡啊。六皮叫做溃疡、啊，哎，叫溃疡啊。啊，这边哪好？咱像这有黏膜的所在，伊就安嘛。嗯。啊，这黏膜受损过，伊就烂个嘛。对。啊，烂个叫做溃疡嘛。胸口啊。哦，叫做溃疡啊嘛，胃溃疡啊嘛。嗯。你若本身够幽门杆菌，幽门杆菌哪个冒落，这个所在连根就变变啊。叫做啥？就胃癌。胃癌的原因其中之一。其中之一咯。得要注意哦，哈！溃疡来嘅，哟、哦！啊，无你嘛会破空哦，嘛会出血哦。那么安尼，伊变哪好？那么算，无怪恁食药啊，食食诶，伊若好去，啊，得过疼；药啊，食食诶，好去，哎，得过疼。未长筋，因为伊拢浸胃酸里遐嘛。未好，啊，你变哪好？无机会好。哦，来我来讲，咱若如果
这张受损的帘幕，咱也有甲修补。多亲像咱落雨天穿雨衫，咱衫裤袂压大面同款啦。对。像咱物件要起冰箱冰，用保鲜膜甲封呢，啊，袂物件袂歹去，安尼同款啦。所以，这修补帘幕要公开，唔是啥物大工程，但是伊是上界重要的工课呢。那无啥，你的胃会袂好，你的一车酸会碰风，会堵掉，会袂消化，就是因为你的帘幕无修补。卖讲是你，你个婴仔个安装位都同款。无讲嘛是同款啦。拢有哪爱修补，因拢伤着啊嘛。有恁年纪拢有啊嘛。哎，咱拢有伤着，是轻重而已尔嘛。拢用过，拢吃三顿啊。就是安尼嘛。所以恁过去较早食迄个正常的啦、健胃的啦、什么丸、什么糕、什么散、什么有诶无诶哦，什么一挂碗粿烧无哦，迄种对你来讲拢无帮助啊。我毋是讲迄毋好，你爱看你是进存什么年岁，到即么什么坎站，你都要用什么款的方法啦、啊。那一个可要好对咯、啊。那无啥，就是安尼，安尼咱的胃食会好。你进几岁？我问你，你自少年到进食要二三十担、三四十担的胃药啊？你搁要食三四十担吗？你敢唔可能？而且迄种啊，自身起码袂当食所以，咱进讲一较粗嘴，人就是安尼啦，一根喘气就个活健康安就好啊。当然啦、哦，性命虽然啦，要活到百外岁，迄咱的代志啦，对不 对？但是你胃若顾无好，要对。无法度。古早人讲的，人啊要当尾收胃，就要先顾好健康呢。这点若做无好势，上面拢代志免讲啊。因为咱家里的物件，第一关是拄着胃。你免烦恼，安装过一个观念方法落你。顾胃。第一。你就袂一车酸，哦，袂一车酸，你就无有这个食道黏膜伤到的问题，伊就袂有这个一挂食道癌的代志发生。对。第二，咱修补黏膜，胃咱的胃甲十二指肠修补起来了后，咱的胃伊的消化系统阁好，啊，伊阁袂溃疡阁会好，阁袂左袂疼袂堵，袂碰风。嗯。唔得，安尼唔得对。安尼个爽快呀。那无算，安尼咱咧食物件就会吸收。会吸收三顿咧食，唔管食草食素，会吸收咱人有营养，人身体较会健康。是你先啊食老，大家身体一直歹。嗯，有你这种恶性的循环，你胃歹啊，喘气一输啊，第一关个歹呀。哎呀，迄个一台车要食油来食一趟，你甲往伊像啊豆干啊甲豆类塞个塞红，塞袂红啦。来大桶来塞，唔得塞红。哦，啊，咱都要甲用好好势，咱唔得走会久，对唔对？第一关啊，够用。胃甲够好冇？好。来，无用啊，自备来干保庇，身体健康吃饱哩。今仔甲胃够好，卖让伊碰风，卖让肚条的，让伊好消化啊。卖让伊差生。佛道就是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将力量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就跟防疫一样，出门戴口罩，口罩要戴牢，公共场所落实防疫规范，接种疫苗提升保护力，注重个人卫生，勤洗双手。这是我的防疫九宫格，你的呢？台湾在哪里？咱的长有摕到老母长的乡亲朋友，甲你恭喜下。啊，咱老客哦，咱得其实早暗饭前两点哈。食饭前。这对一回食到百外外回哈，什么人拢会当食？这作顺的啦，哦，这作顺，作天然的物件，哦，来看下，非安东的哈，非安东的老母掌，哦，老母掌哈，好来谢谢。今日又在最后一天，系啦，啊，这一罐一千啦，啊，两罐两千块。我今日同款有哪给你优待一个啦？哦，一回个真正无啊。买两罐，对，送两罐。恁的健康老师帮恁出直播啊？有买两罐加送两罐啦。老师是广告条做够起来啦。从前咱买老婆山，上过老婆山身体。啊，这罐哦，嗯，我加持一个，好、哦，厝边到亲戚五只朋友，哪多有人有这个需要哦，你也当做一个神书功德一盏啦、啊，你当做神书，这罐搁啊加落去，好，恁的厝边头路，有啦，五罐两千块，啊，今仔日搁二十组就好啊，那个无啊哦，那无啥咯，是无货哟，无货啊，真正无货啊。
赶快来发财，哎，发财符，加咱的化煞当钱，一分含你结缘下，一组一个，哦、一组有一分咱的发财符，够一个化煞当钱啊，你哈，来啊，二十组得哈，下面我们做第一位，全国五二十组先拍先摇哈，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九的电话啊！看嘛，看嘛，看是五八九。对。哎，你好。老伙人一组。咱住伫倒位？中仑啊。黄沙中仑啊。哦，这老朋友啊。对。哦、这组这组吃了有鹅肉无？未歹啦。未歹吼，来一刷一刷，谢谢谢谢。来，你好。喂。喂。你好。哎，你好。咱倒位？迄个台南。台南哦，唔捌买过哦。老婆长不？哦，来二刷来厝那啦，谢谢啦。喂，来了。喂，哎，我要加盟工。来三刷，谢谢。人要健康个社会，老婆长开始。哎，赶紧啦，来拍摄。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今日又在最后一间五块两千块。这南光属性哦，物件那边来拢总拢都拢两工都无回啊。来你好哈。喂喂，哟。喂，哎、欸，你好，咱倒位？哦，屏东，屏东啦、啊、吼、哦嗯。老婆长买买过无？买啦，买啦吼。来一山宝牛给你保证、欸。哦，你来看。赞的呀、啊。这拢买过，刚刚等下买。讲完可买。来，你好啊。喂。哎、欸，咱倒位？叫红山。红山买买过无？对了。哦了哦了，大哥来银山谢谢啊。要讲完可买？喂。来，你好。喂。嗨。我要买一组。咱住哩倒？台南。买买过无？买足多啊！买足多啊！啊，三山七水，无人甲你保平啊！哦，买足多啊！你讲，这规家伙拢会当吃，来你好。喂，你哪个当吃啊？你好。好。哎，咱到位。买了无涨。来四山无人甲你保平啊！谢谢啊！伊讲买足多啊，我讲听，这买长年吼，厝内面大细汉囡仔、查甫查某，有健康无健康，拢会当吃。无健康，你需要。因为伊是农作物来萃取的，足纯的，足天然的。嗯，所以这个物件，咱搁食较侪，就免烦恼的。我一会开始，我拢当吃啊。是啊，是啊，来你啊。喂，你好。嗨，你好。我当没有一组。好的，来一刷，无人给你保平的，谢谢啊。来，你个。喂，喂。哎，咱到位。我大虾，大虾。大虾啦吼。嗯。干嘛买贵？买做几摆哦，来一双八零的保底的事情啊！先朋友，你有听到无？人拢食完个买，食完个买，个买是咱出来做定价之宝。人的钱不是刷的也卡啊！一个个要重点哦，迄那食无交代，无可能要过来啦。好啊，重点就是咱的这化刷的当钱哦。这边无啊？一组我有一分啦啊！啊嘛，这边无啊？这边无啊啦！今年过年拢看伊尔啦，无参观门情况，看进门来你好。你好。咱到位。桃园，桃园啦今仔有发财符，甲发煞当钱，你结缘啦，来一双，谢谢。老师，你们开工过哟。你今年过年收费都免烦恼啦。来，你好。喂。好，你好，一组咱带你到。板桥。板桥。发财符一分，啊，搁咱的发煞当钱一分，你结缘啦。来三双，谢谢谢谢。这免钱的啦。啊，这老师甲咱开工过。啊，你有这组哦，你有发财符，甲发煞当钱哦，你今年过年。所以你免烦恼，安尼听有哦。红包传遍遍啊！对啦，免烦恼啦。对啦。迄当年啊，这时阵大家嘛学得好。互咱偏偏财会进，正财嘛会进。来你嘛。喂。哟。我台南。台南嘛。刚买几？万啦吼。还有赞无啊？啊，差不多，差不多啦。一双星星，赞你呐！钱个唔是讲哦，算计客气讲啊，差不多啦。哎，当然要开钱，当然就是爱食赞，食差不多的弄。来你嘛。喂，系你哦。咱到位。我嘉义。你刷嘉义来试试，冇人跟你保庇。啊，你好啊。你好。你好，咱到位。我疼。疼啦哦，这组你都唔捌买着哦。你两单，两百呀。后面两百，来三双三双，谢谢啊。讲完拢各辈，讲完各辈。来你好。喂。哎。哎，就就我你爹是老板长，你即卖牛逼啊，天可吃啊，有饭汤啊，天可加吃啊，蛋糕迄种无问题，加你嘛天可你吗？你即卖老去做老板长，会当讲的是讲你家做有口福的，人人有食好食的健康。老板长，咱哦少年大行唔甘吃，安尼勤勤俭俭，啊即卖有钱啊，大行袂当吃，
你赚的钱要怎啊？未堪你吃，你赚钱要买棺材呀？哟，冇啊！大家嘛要买够健康，真正好大。老母长大得晒啊！真正你。而且是你冇健康的人，你需要老母长。跟两分钟得啊！最后两分钟。还是我当作家己安尼讲哦。如果那是讲，健康同身体健康，康不共同，康你哩。五百斤啊！如果那是多吃嘞，无卫生，要安怎办？哦，这真正我亲身的经验。你若多去吃了大细顿，吃了无卫生嘞，无爽快嘛。对。你嘴对后边，搁甲对两三粒吧嘞。如果你本身来就有吃嘛，不要紧。不要紧，晓五分钟来啊。对。人就爽快啊。呵呵。真正啦。赞。来，另外啊。定价起步啊。喂。喂。哦。我有讲我这张卡哦。来一双一双，跟小姐讲，啊，谢谢啊，一都交卡了，有。剩两分钟了，你老婆啥？最后两分钟啊，没啊，都没有了啊。空八空空空一米五八斤啊。好，请问老婆长个出身家耶？你去做铁的吼，我讲你真正出运啊。人要健康个社会家。出去老婆山，古早人讲的，人买会当会收的是，这爱甲顾好掉啦。对。我安知无啦？老母长较紧过来。北部两个，北部、中部两位，中部、南部两位，南部、华东一位，天后一位，安那么？好，今晚要做代表，就是你啦！一通电话改变你的运命。健康，空不空空，空一年五百斤啊！啊，我一回嘛无化衰当钱，然后老母长，啊嘛无五罐，然后一回存四罐，你若要四罐，你唔要甲老师录哦。今晚来要好康紧急的呢啊！赶紧哦！啊，结饮料你都无安尼，无人替安尼。你含两千块个，你赶紧啊！来你好啊！喂，老母长，在倒位？欢迎。我你们家人的硬双，我你们跟你们比个试试。我听要存七周。来你好。来，来倒位？台中的硬双，我你们跟你们比个试试。我听要存六周啊！存六周。我干嘛给卡？专攻存六周啊！来你好。我在吧。最后五组，那未完你个钱，大家含一年你病款都无就是无。因为无回就是无回呀，无法度生存。这个为什么人靠起？有福报的，这高高的。哎，对那高。看不看光？看明天我帮进来了。喂，你好，嘿。喂，老婆长。一双的是谁？今天拿出三千的。来，你好。哎，你好。你好，来恁到位。小刚，来跟你说，小刚还是谁？陈沙洲。好，你两千块摕起来可以喝啊。好啊，陈沙洲呢？哈。卡金卡呢？我来奔吹啦。老婆山，你卡金卡。啊，这三位好小姐给你服务啦。好。你点的那泡通。对。这三位那戒饮料啊，等包，等包包啊。老婆会呀。怎么啊？老婆长得不会呀。老婆长得怎么啊？痛不痛痛？痛一米五八斤啊！来一箱。来一箱。嗯。拉克。拉克。我跟你说拉克。气概厉害呢，拉克。第二个讲哦，来这首歌听的是咱的新朋友，到咱的阿布拉上天白光。
咱平常时对人拢爱有一个礼数，爱有一个礼貌。啊、哦，有当时阵啊，对一挂长辈，咱爱有一个尊敬的心。啊，对着这平辈、下辈，要有一个疼惜的心。人袂使失人的礼啦。啊、哦，有时啊，礼尚往来。咱若准做较无，咱嘛袂使讲失人的礼呢。嘛有那要讲，敢要颠对啊？敢那要背叛？要管你落来，就是安颠对，就是安尼嘛。所以咱古早人咧讲哦，你若是失礼哦，就无惊赛通好做啊。失礼哦，无惊赛通好做。失礼就无惊赛通做。有这句话个对啊？哎呐，这句话谁人讲的？起码的查甫查某大多数拢是自由恋爱嘛。哎对。啊都。你爱我，我爱你了，娶来婚安尼啦吼，是无啦，娶来结婚啦，有啊，即摆搁请阮结偌简单嘞。那么，查甫囡仔想要做那个人的竞赛吼，那比起的以前要讲的，即摆较简单啦。嗯，因为做人竞赛较简单啊，等从囡仔娶来婚，你就变竞赛啊。我咧插是大人，我啦，以前无，以前啊，敢那牵手就困难啊。以前的查甫囡仔想要结婚哦，必须要得爱呢，男女双方爱相亲呢。啊，家长嘛爱教。哎呦，啊，相亲不是干那查甫的看查某的，查某有哪爱看查甫的呢？啊，那不是干那看这个代表呢？得爱，哎，不是看外表呢？得爱去看伊的咧讲话举止行动，嗯，哦，伊的修养，看伊应对的礼节呢，嗯，哦，如果这个查甫的呐唔捌礼，对不？啊，这查某的这边这印象就歹啊！你，嗯，啊，如果那是把这个相亲的规矩给冲害去哦，我看要查某话都无希望啊！你哦，所以为相亲开始啊，当然就是安尼。等到你知影要安怎来应对，要安怎来相亲哦，嗯，咱讲真正，你若出差错，袂赴啊啦。为相亲开始哦，真正啊，咱机会都无有，所以古早人甲你讲，你若失礼，就无惊赛通做。用这句话就是咧讲，等你若知影，就已经未赴啊啦。哦，意思讲，未知，未赴啊。哦，未赴啊。未知就未赴啊啦。这句话咧讲来讲哦，代志已经过啊，机会未搁再来啊。未知拢未赴啊。哦，代志都已经过啊，所以对某一件代志来讲，咱机会事实会予人真感伤啦吼，因为同款的机会，可能伊嘛未搁再来啊。所以，因此，这个机会呐来，爱好好啊，给把握。咱人就是爱把握机会啦。那不然，你搁要顾健康嘛，同款。把握机会。好不容易，今仔拄啊有听到这个物件，这个方法对我身体有帮助，我要把握咯。当然。哦，对不对？就是安尼啊。啊，无你讲一较粗嘴，艰苦病痛这久啊，医生较大声的都看呀。啊，嘛是同款，搁你艰苦。找无好方法。无，你无把握机会。但是机会有那不是你想要抓就抓得到的啦，有那就在平常时有在累积你一挂这实力的啦。那无你干那目睭金金人相中啦，人真讲真正就是安尼啦。就亲像想要做人的竞赛，你在平常时要培养你应对进退能力，才袂代志去拄着瓦海啦，唔知要安怎较好。嗯，哦，你就失去娶某的机会啊啦。不过我咧认为啦吼。失去多好机会，个人予人真感伤啦。但是啊，无必要因为安尼来失望啦。哦，咱有哪会当安尼想办法来挽救？嗯，上界惊来讲哦，失去一摆机会了后，啊，你就懵懵懂懂，啊，就唔知要安怎？哦，啊，搁坐里啊咧等机会，无可能啊，机会袂为天顶搞到落来。有机会该把握掉呀。爱把握啦，啊，人就是爱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俺怎会做个把握机会呢？咱讲真正，我做个把握机会。只要那是我有去接到讲哦，这个门这个方法对阮老婆实身体健康有帮助，100%帮助的，对，我都无帮你说话啦。系呐，咱讲真正，佮无得到好处都无要紧啊。迄厂商啊来找我，你注意听，我是安尼个性的人哦。厂商啊来找我了，对啦，嗯，来找咱的人，下厂商介济啦，介济。啊，来时伊若甲我讲哦，这吼好，偌好赚的呢。嗯，这利润偌好个呢？赚介济个。咱讲真正，我都无接伊个话啊。哟，我都讲英啊来，即交代好你。啊，我来无用一个。我个知影哪处理呀？英啊，就知影你甲后走啊。哟，无啦，慢讲后走啦。甲赶走。哟，
没怕。伊那来催我讲，伊那跟我讲，这个方法，这个观念哦，会当救介济人，会当帮助介济人。你搁无钱人谈哦，我都欢喜呢。理念相同。哦，对不对？就是安尼嘛。讲一个较粗嘴的啦，即阵啊，阵卖做啦，食便当有哪袂枵死啦？啊，有道是，但是、哦、对不对？袂使无做呢，有恁老婆才够需要靠你个呢。阮林文生大哥因太太，阮林大嫂会在打电话讲，哦，张威，你拄像个中央山妹，我是安怎讲？两千三百五十几万人拢靠你。我阿袂遮伟大。好啦，老师，我第一个看过你遐谦虚个。啊你要谦虚的，谦虚是美德嘛。虽然盖老的，点歌啦，真正盖海呢，提早点点的安尼，哎，即摆是头盖地了。提早点有什么关系啊？是头地，免提早点点的。哎，无关系啊。看无关系。那七八九空八八空，你是毛写字呢？无，你讲啦。我讲安尼就安尼啦。好啦好啦，你头壳地啊，紧点歌。把你等我紧啦，一头嘛，就未使想等啦。空八七八九空八八空啊，七八九空八八空。一通电话讲三句，对三句。我大队，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简单扼要又明了。啊，问下猜啊，嗯哼，啊，无错咯。嗯，你讲个三个句诶。有啦。啊，我手要烫掉啊，啊，紧敲电话啊。小烫烫。啊。中烫烫。啊。大烫烫。哈哈哈哈哈哈！你怎么想的啊？哈哈哈哈哈！无啦，无啊，阿哥，真正有影，有啊有啊有啊，真正介害呢。喂，老师你好，你好，我倒来台南人安定，我说我要点月圆抒情。赞你啦，给你摆一轮啊，一包。就像海是不海赞？那是烫掉了，哈哈哈哈哈！一包呢？好，拜拜。好，拜拜。啊哈。我那海也烫掉你的尿。哈哈哈哈哈！叶岩。啊，叶岩，哎、欸，我点那个月光河，月光河哦，吼，拜二吼哈。好啦，你手你手烫掉，我就回掉了。哈哈哈！朋友哥，谢谢啊。啊，没没，我家老婆在，大家那该幽默呢。哎，你好，哎，你好，我是哥，恁到里头？到这人，电缆什么人？姓点呢？哦，姓点的，好，阿妹听什么歌？四海青哥，四海青哥，办三好啊！好，一百分，好，谢谢。来，你好，新年好，给你办四好的我。OK，OK， 哎，我我的点我做，哎，没你做呢，你做那做干脆呢。啊，你好，我林美玉兄弟，我要听《幺五抒情》。拜五好的哈，一百分。哦，盖啊，美玉我这盖到哦。一共一大堆呀。中立，中立呀。哎，林美玉，哈，幺五抒情，你看，那个点歌你看。真正三句，我成功的哟！哎呀，我听到听到。对啦，老师，你讲咧上岗起来点歌啦？唔够人组织五条的。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你哪唔起来哦？连江的菜介久。嘿呐！我跟你讲。哟啦！嗰你一猜，我见咧。连江看是要采凉饼啊，要采火饼啊，要采点饼、采叶饼，啊，无就大家采采好做伙。你啊，菜无正，佮看到你呾请西公桥呢？袂使跟你桥哦，袂使呢，真桥呀！啊，唔讲靠，真哩，七八九空八八空啊！我见啦，那你讲，喂，喂，三路青菜高山青，三位高山青哦，蔡大姐，哦，沙路哦，沙拉啊，好，我拜大公啊，哦，拜拜拜拜，沙拉啊，沙拉，哎，无啊，又佫无啊，安尼哦，安尼佫。可怜了，要点歌，两千三百几万人。嗯，讲咱的啊，十条歌点的，讲什么中央山脉啦？哎呀，我你咯，我见笑就死啊！是咱两个啦，咱两个啦，我是咱两个吼。有啦，这多少嘞？啊，要顾健康，大家小心啦！啊，要点歌，想要爱恁的命。有啊有啊有啊，真正有。大家啊，累累累累苦苦的，恁干要起来？那你好，喂，哎，我是魏大姐，啊，魏大姐好。嘿，满迎春风。好，我给你拜亲了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不阿姨。有啊。哦，来你好。喂，你好。什么人？我陆家黄慧玲。黄慧玲，哎。乡车路口。乡车路口拜八分哈。谢谢。一百分，一百分，真好。来你好。喂。嗨。我帮叫声声。啊，电中机啦。可乱忙。你的瓜皮头抽起呀？我头拄仔是讲无人上场了。哦，安尼哦。去边说。
再见，好，吃三分钟。那伊是可以啊，可以讲咱两个人给咱点歌，伊就给咱点歌。这节目这个很可怜啊，真正啊，这个很捧场的啊。哎呀，看这还有呢，有啦，还两条呢，嗯，这两条，啊，真正拢无呢，拢无，啊，主管得啦，没安尼就好啊。啊，无你要高加卡针袂放散，他跟卡老师丢机啊，你啊管他伊卡针咧入肠啊走几啊容易。你根本就肉骨走，搞我种买嘢代志。肉骨啦，肉骨。大瓜。有啊。真强。喂。Hello。Hello。Hello。在旁边呢。奶奶哈。啊，何必春梦？何必春梦？啊，最近走长片，我讲也无听到声。哈哈，我昨个嘛是有滴看。好，你别讲我啊。好，拜拜。那慢点嘛。嗯。别讲给侬听。高价噶无啊！你硬高价。我正常人，你讲的拢安尼。嗯。起码未高价两点嘛。你那是够，我那是跟你讲。这点瓜盖不记起啊。有啊。我两点点的那是够讲嘛。无啊，无那么两点。四合是咪安哥啊？四合哟。有。四合是咱哦，哎，新竹的秋妹哦，秋妹姐姐哦，点一首《梦未醒爱情》。这段时间我看到大家安尼欢喜，我嘛替大家真欢喜啊！因为听这老菩萨讲，
哦，以前吼都唔知影讲迄个太高油爱处理啊，等下公公啊看医生，公公啊食药，我怪那医生一直看药哪吃哪济啊，病也无较好。愈来愈重。啊，那不是？嗯，你有感觉无？愈来愈不健康。奇怪呢，啊看医生一直看药，一直吃，病愈来愈严重。啊，这唔是医生阿慢呢？啊，无咧。是因为咱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改变啦。咱随着年岁愈来愈侪，咱的机能退化，咱的代谢变慢，啊变慢，说明遐太高油，太高油积在咱的身躯顶，啊当然你就即到底你就到底就袂爽快啊。太高油引起耶。你像啊，太高油来积在目睭就无去啊。目睭无啊。啊，积在咱的心脏了，心包油啊。心包油。啊、心包油伊到落尾伊个血管塌掉，伊即马心脏就急歹啊。惊伊啊。心包油就是安尼嘛，啊过来啊积在肝包油。肝了包油就叫顶炎，啊顶炎巴肚就膨开啊，腹水了啊，就差不多讲个较歹听的，就足食了咧，叫止痈肝，还叫肝包油那些。啊，有个人到落尾太过油，即一个我药剂来去洗，啊无就等啊，我派去。对啊，脚掌头这大，巴肚汤这大啊，阿妈公斤能变粗，肩胛头变高。哦，那是外表的哦。我问你吼，那你外表就是显示你内在的问题。你看我一个人啊，健康，伊外表的安格恰气，充满自信，身体健康，讲到话大声，卡手流利，对不对？欢迎个进。对啊，啊你若身体无健康，那头毛长白，啊人神神，啊就安尼要死啊要死，人顿顿，就安尼啊，就破病伤，无健康呀。诶，伊你腹内面无清气，内面无健康，所以你外表变安尼嘛。你的外表你若爱有自信，啊，人个个少年，啊，脚手溜叻，反应够好，表示你的内脏、五脏六腑拢有健康嘛？对。怎会啊？迄个顾会照到？哦，啊，顾遐侪项着，遐侪器官着。我讲你听哦，咱都要对源头咧，你像咧白咧肝肉粽同款啊，迄肉粽啊，你杀的时阵啊，迄小滚滚咧。你得胃肉胀头，安关开，规关拢甲关开，安尼拢袂烧着。好，啊，你若一粒透吼，透啊袂了，你手就熄去啊。所以咱康方法啊，你得爱会要六牛骨头，唔通六牛尾啦。中元头甲三开。哦，老婆山，咱得爱要牛骨头，唔好六牛尾。啊，安尼咱的元头甲三开，安尼咱就免烦恼。什么叫中元头？甲油下掉。泰哥油下掉。这个人呐，辛苦顶。太高油愈少，伊个病就愈少啦，伊个病就愈轻啦。太高油啦愈侪，伊个毛病愈侪，伊个病愈重啦。张伟，你讲这是真啊假？你甲问医生，即讲我讲的，你甲讲我讲的，你甲录开嘛？咱无咧黑白讲话，讲笑还讲笑，要健康要顾，即袂使黑白乱讲话呢。讲话是爱负责任的呢。我请一问。咦，咱若进啊肝包油去包你个肝呢？我你敢有方法，让你个肝一肝包油好去？无嘛，你有诶，当时阵介侪市面上一挂啥物食肝药啊，啥话无效啦。哦，你方法唔对啦、啊。诶，唔对落去啊。油就是爱下油嘛。啊，你下油要有金刚功。诶啦，油就是爱下油。你去买一挂肝药，我唔是讲肝药唔好。肝呀，你想要活化肝脏细胞诶，还是要到下肝火，还是要创什么话？还是要嘿？啊，你那是要下太个油诶，歹势啊！那不是干针对肝俩，龟辛苦，龟辛苦器官的要所有太个油拢爱给下掉。讲应该得好了。啊，我讲着我呐。哦，半年前诶，应该含半年后诶，应该，你甲看麦。以前的相片较蛮好看一点，啊，你看，贵足足啦，半年前啊，敢那低帽咧，啊，半年前咧，这个敢那像要来扫便所的，啊，一脸呆滞样，看是要，哎，看是要来主持节目的，啊，人今麦样样啦，你个看麦，有形拢照，啊，今麦，哎，泰哥有下起来的，变哪里？哟，阿哥愈来愈瘦嘞，像我那体格盖我特格样嘞，没啦。吃特价特调好，大家小心一点啊！啊，你穿起后边一张，一张还要搁提钱，多少人拢不来？那会啊，老师，你慢工，你家你炸掉个无代志啊？啊，那样啦，不是同款。我讲你听，这大掉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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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都无毛病，哎、哦，对不对？暗时阁好困，外表内在啊，就是拢安尼嘛。啊，过来上重点的这个方法，阁会当护咱这老菩萨，脚头阁有力。哦，较惊咯，较未跌倒。啊，就较未跌倒。为人了，踢到那个跌倒一样。对啊，对啊。啊，人阁会安尼会安尼缩紧落去哦。好、啊，这不是要跟你减肥哈？不是哦。我这个观念方法哦，就是讲你三顿照吃。人家减肥就是讲，哎，迄未使食，迄未使食，迄未使食，有无？嗯。哦，阿婆说，安尼你家己去减肥。阮三顿拢照食。你干那迄未使食，迄未使食，你就瘦落去啊。哟。啊，你连讲食就搁肥开啊。哎，真正。唔是安尼，你三顿照食。对。但是你食饭饱，较用我合理的观念方法。泰哥有下掉哦。泰哥有较下掉。嗯。咱搁有口福，身体搁会健康，身材搁会水。有啦。生活阁正常哦，袂因为讲安尼哦，漏晒各个总啥拢袂哦。哦，你袂漏晒啦。没啦，你工作照做啦。好，袂影响你生活。含你生活，含你生活，赶快无代无志，拢准人拢缩起起来安尼啦。安尼安尼，啊人健康起来，安尼唔是介好嘛？足好个呀。哦，所以哦，介只老婆生讲，哦，张威真正。下太久太好。不过干一礼拜厝啦。什么拜厝诶？连工你都爱阁开足侪钱去换较细领衫裤，较细。无你即摆即领衫裤穿起来冷冷嘛？哦，像网打同款啊！哎呀，你像较早用啊迄张相片，迄些迄个衫，即摆伊变哪穿？单调伊啊，回收伊啊、嗯。哦，回收啊啦吼。哎呀，老婆生。而且哦，这观念哦，要包括个铺卡机那样，哦，这戴太好诶。迄个吼，咱有一位呢阿婶阿姨吼，腰甲皮甲咧，遐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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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卡机外上诶。伊这阁无算严重诶，有诶铺卡机。铺家拢碰起来，都像个敢那个西游记个个大公安尼呢，个碰啊足歹看呢。哎，除了歹看以外，还影响咱的健康诶。啊，你这外表安尼，你内面的器官啊，看未到的器官有哪安尼？买静脉曲张哦。哎，你就是这个体质的呢。嘿，引起肺部栓塞哦，人无命。这无命，你们敢敢敢的？铺家紧的人哦。哟，所以咱这个观念方法哦，哇，一减二个，望哪减西看，咱来做个个这个有下调。咱来过一个健康、自由自在的日子，好唔好？好。老婆生，来，母娘啊，慈悲的甘保庇，哦，身体健康，吃百年啊。做了下太多油。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台医师。接种 COVID-19 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 COVID-19 疫苗接种率，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防疫没有特效药，无论是否已经接种 COVID-19 疫苗，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共同守护健康家园。来，老婆生，大家你回屋啊，我无咧谈啊，有诶搁等老人年金，有诶都要搁等家囡仔长长手，搁未使无健康，啊搁未使无健康。今仔按张辉，你阿婆驾乘车哦，当即拍电话，我一箍银都无，甲咱提落下来看一下。来，今仔我大油袋一下，一罐一千。会安装诶。哦，来啊，咱的三三三的一家果油，果油一罐一千啊。是咱台湾的哟。这台湾的啦。哦，台湾的哟。来来来，两罐两千块。买两罐两千，甲送两罐。恁的健康老师帮你出一罐。哦这罐同款搁啊加落去，打电话看我刚刚加一罐。啊，讲要优待呢？对，安尼有优待呀。搁加优待，搁优待一个好吗？老师，你安尼你已经了解了，你已经了解呀。发财发财符，加咱的话说，当时有哪一份啊？一组一袋。啊，即阵不管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吼，除了健康发财以外，老婆生，这罐我搁啊加落去。打电话看我刚刚加一罐，真巧哦。到家来啊！那关两千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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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就是早晚保养的一粒嘛，一粒一粒，下再一粒，下暗一粒保养的。啊，你那是？啊，你那要让伊较缩结的，较闭塞的，要有较健康的早晚三粒嘛。三粒三粒。空八空空空一米五八九二十三组啊。阮头先的只是早晚三粒三粒，但是阮今麦唔免食个遐济啊。今麦阮一工食三粒面。对，一工食三粒面。来你啊。喂。阿念。哎，电话卡在。哪呢？哎，五三二三三五空空七零。啊，卖安糟蹋啦。掉没？哎哎，无咩无要紧，唔要搞糟蹋呢。安尼唔好呢。啊，你安尼安尼做做呢。哎呦，你。哎呦，喂喂，你好。大雄。大雄。你双不能跟他不比来事情啊。我想我弄个呗。来，你好。喂。喂。喂。哎，你好。哎，张老师好。啥双是谁？是你。哟。来，你好啊！哇，又来啦，管2000块。哎，好啊。来，你说，不能跟你不比啊，谢谢啊。这都无健康，都需要。来，你好。哎，来。我上去做啊。都说不能跟你不比嘞，谢谢啊。十波人欣赏。赶紧，赶紧来，别，来，别不回啊！来，你好。喂。喂哦。拜拜。来，一说不能跟你不比啊，来，赶紧啊。替自己加个好油。来，赶紧喽，来，你好。你好。嘿。小叔你好。哟，今天有六罐啊。来，赶紧刷，赶紧刷！今天你叫我娘，哪里有啊？喂，帅哥老师美女，哎，带你来刷刷，我留给你保底的事情啊！你这个头拢买过来做？哪里有？喂，我去做。咱锻炼都，是刷是不是？啊，真正。咱带你哦，吼，咱阿帅这也因公主吼，这骨头拢买过来做来吃啊！安尼哦，拢夹完胳膊，夹完胳膊。哪里有？我去做。咱锻炼都喂。通，来一刷通，那是新屋啦！哦，赞你。欣赏二十三组呢，你买无啊？今仔买哦，安尼哦，我加送一克啊。我电脑五六啊，有尤其查甫人，你一定爱吃。那啊啊啊！查甫人你要广东爱吃，爱替自己加个好油。一个保养的早晚一粒啦，一粒一粒。啊，你那是讲要让伊身体较健康的，较比早的，早晚三粒，安尼其实哦。好。今麦来到过年哦，你即阵老开始吃了对吗？到过年哦，你就该知道。哎、欸、嘿，真正呢。今麦就好买衫、哦。今年身体健康好过年哦哈。喂，你好，我是做。咱住倒？住云林。云林嘛吼。哎。今麦买贵？唔办。唔办哦，安尼出云啊。来一刷，谢谢啊。新朋友多谢。哈。啊，我拢有加一盒哈。印加果油。六盒哦哈。六盒要六盒哦哈。六盒哟，今日叫你啊。来，你好啊。喂。哎。哎。哎，你好，咱倒位？我高山呢。高山差不多就是你开，哎，你上来是谁？真巧，哦，你紧张啦，你紧张啦，紧张啦。哪里有啊？喂，喂，哟，我的，来沙沙是谁啊？哪里有？喂，喂，哎，你好，我要工山，来细耍工山，来是谁啊？哪里有？喂，哎，哟，你好，来，无耍无用跟你报备，谢谢，赶紧咯，赶紧咯，我来陪你跟你讲，来一耍一耍是谁啊？哦，伊讲啊，伊讲啊，伊讲啊，唔看伊要食我屎无啊？你好，喂，你好，哎，哎，来计算，不能跟你不比，谢谢啊。你还没吃妈的菜来，我在西亚拢，在西亚拢两百，哎，我个甲微波你吃。那你好，喂，嗨，我要订一桌。来一算，不能跟你不比，谢谢啊，哎。哎，老大人做考验嘛。嗯，哎呦，你个也好哦。啊、你都卖看得。有啦，你看个气喘喘。啊，你看这部看个气喘喘。有啦。啊，你无钱，当个买，无你跟我讲，我好你吃嘛，无啦。哎呀，我就你也给看笑嘞。哎呀，太得安尼。有啊。我怪你无出名头尾。你就是未上笑啦。你印象过了，有人未叫笑个人呀？啊，无啦。你过阮家的老大人哦，未使干食一支嘴啦。两爱两千块。讲高压，我做高压啦。一罐才300桶。啊，搁三分钟了，我得杂志啊。那个无优待呀。那无使咯，搁三分钟我得杂志啊。那个优待哟。不行啊。来，你用啊。红山。红山哦，来一山宝林啊，给你保平。好，你身体健康，吃饱哩。你看2000块摕到这，老师讲是贵哟，会当钱个会好啊。是啦。化山兼招财，兼不是啊。你有这组哦，你今年身体健康，够兼发财。对。我不骗你啦。嗯。
当年拢安尼啦，当年拢安尼。啊，我在乎第二你的皮夹包包内底。这不是，这不是你都在青菜呢？不是，还有真功夫的。你忙动作，含人一般你比呢？南部山了，我无含人比，啊，含家己比。你这几摆啊，你无这都对。哦，我好看到嘞，对不对？这好家己对不？好啦好啦，剩两分钟俩。两分钟多啊！来，两千块，印加果油啊！来，我再教你几年哦。你记这款哦，伊是素食的哦。你若是无多食鱼油的老婆婿，你一定爱食咱的印加果油。北部两个啊，北部啊，中部两位，中部啊，南部两位，南部安得啊？拢总剩六位，六组对，老婆婿剩六组，全国剩六组。有福气的电力跑通，身体健康。啊，无气的遐财无要紧。哎，我只讲你。啊，咱即款因为伊是素食的，咱老婆上来是素食的，无食肉吼，安尼是无啊多袂使的。咱内底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哦，老婆上呐有食这种，较袂跋倒啦。真正啊！来，赶紧来，剩六组啊！六组。0800-0001-0500的电话啊！食素的人家爱食。有福报的电力赶紧跑通，身体健康。康不康康？康一零。我八斤啊！真正啊，老总，今日一斤面毛还食无啊？无啊，就没有了，没有了，嘿，无回啊，无回啊。哎，内底佫有丰富的Omega 369。哎，对啊，对啊，印加果油。这做印加果油吼，这唔是外国的，这咱台湾的哦。台湾的哟。你无得人个买台湾的啦。新朋友，你爱跨出健康的第一步哦。来，赶紧啊！十波人，你爱挂上来。来，你好，哎，你好。你好，我要那个几组？几组啦？咱多里多。啊，大力都，大力，大力啊！来，一双半的你不变来是怎样？那加过搁一组啦，搁五组。十波人，你爱挂灯来加呢？剩最后五组。这爱红汤加个是要应加果油，要挂灯来加。最后五组，上最后五组。阿金卡。啊，这五组什么人？嗯，母牛该保庇一个，让你赶紧落通。来，你个健康。喂，哟，来一双试试。对，啊，那个赞啊，剩三加一。来，剩三加一，什么人？福气的电脑通啊！身体健康。啊，无时间搞，我特别来分吹啊。来，就要优待呀。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啊。好，今仔十波人啊，你只印加果油吼，哦，嘿，真正哦。嗯，算算着。哇，炸嘞呀嘞！车咧晒哦。滚滚滚滚。算算着了吼，来你个啊。喂。哦。我只台北。台北，一双玻璃的宝贝，谢谢啊。啊，剩三周年。啊，你剩三周年。哦，春山做啊，好，安尼我当收啊啦，好，会使呀啦。啊，迄个电话来拢有小姐接啦。六万两千块。好，阿母，我这拢搁接袂啦。来，你好，喂，喂，来，你双宝电话你拨拨，谢谢啊，来，英雄。来，收。来。八号呢？八号呀。对哦。八号是咱哦，老师恁乜子嘢啊？嗯，春金子呀，春金啊，哟，人生的公路哦。
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扶持母娘中天照明。今仔日查三位哈，这三位就是你哈，老婆山母娘啊，就是咧找你哦哈，爱讲经哦哈。扶持一个母娘中天照明哦，这个功德真大。咱人讲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咱是造业来，所以咱拢有一个冤亲债主。啊，过去较早介一老菩萨，若讲要消业障啦，啊，要处理冤亲债主，都要开几千、开几万啦吼。老菩萨，那会好拢无要紧啦，那开开来处理会好势拢无要紧。但是伫我遮唔免啦，唔免开遐济啊，互你贴一个香精了哈，就是讲。一个月一百块，一天三块外银。咱去迄庙林拜拜，要一个金砖嘛，一百块啊！吼，当然哦。是啊，咱就一个月一百块，啊，就贴一个贴一个香烛安尼尔啦。那无啥，咱无咧赚啊，唔免做。老瓜当身躯边食烧食冷，咱就先过巴肚壳来过佛祖。你都来看是要三个月，啊，要半年哦。啊，咱就自家己的亏力。你电话拍来讲，啊，我电话地址姓名，你唔免去银行邮局啦。啊，无咧。咱小姐就会寄单给你，收到单了后诶，来去西门全家 OK 来付台单叫啊，拢免签名，唔免登记啦，唔免手续费哦。是啦，都啦，徛起袂平安呢，磕磕卡卡诶无。哦，好刺激嘞！意外、官司、官司啦，一堆啦，啊无别见母，我见阿母，我未到顶一个。好刺激嘞！真好刺激嘞！对。哦，安尼也是讲查某人啊，少年的时阵都较唔捌，也未晓，啊，单无细字囡仔有叫拍甲闹去。这种拢看到天下半手啦，好奇一个。而且你问你家己知影，拢代志代志拢未顺啦，哦，拢无多照咱的意安就对啦。啊，好奇一个。哦，这好奇啦哈。今日个查三位。七八九空八八空啊。喂，张老师。哎，你好。我庄东林。好奇哈。啊，阿个庄纯。你稍等下来，计算来讲，这母娘吃饱你啊。谢谢，来你个。喂。嗨，你好。你好，来请讲。好奇哈，喂，嘿，奶奶一耍来谢谢，公爹母娘吃百年啊，来你好，来你好，奶奶都，来公爹母娘啊，母娘给你保庇哦，你身体健康吃百年，来三耍谢谢，来你好啊，同学我啊，哦，我阿耍啦，来母娘给你保庇哦，你嫁好安啊，来四耍谢谢，好好，来你好，嘿，你好，我要好奇，来公爹母娘啊，来五耍母娘给你保庇，谢谢啊，来你好。我要好吃。咱住伫倒位？我住台南。母娘给你保庇，你当费心啊！来二线，谢谢啊，二线。你刚才是有超过面，该咱用点么个在名单来带以往赶快工地阶段。今仔日好吃的名单吼，稍等我录节目了，我就会客咧。明仔载透早来到咱的中殿哦，我头落香，我就变一摆啊。就是伫遮中殿。啊，要做功课的时阵，像今晚要做功课，稍等下我又变一摆。对。啊，第三遍卡个落锁门。啊！互经团甲咱赞经做功德回向，赞无牛经，老菩萨，安尼一个月一百块，靠咱贴一个香经啊，一工才三块外。安尼你就知影咱张辉是咧为咱做啥物工课啦？哦，啊，这都咱的张辉使命啊。老师太辛苦了。老菩萨有诶未晓啊，有诶七两八远啊，啊嘛毋知要哪处理啊，身躯顶啊全毛病啊，他妈医生看未好，药食未好，老菩萨，咱的业。这有一挂业障病，你无消业哦。咱讲个介些代志，唔是像你想遐简单啦。末劫末劫时期哦，这个时阵哦，咱讲真个阿得神阿得灵啦。这个时阵啦，哦。这困难的交予老师。哎，来你好啊。喂。嗨，你好。嗨，你好。我要好吃。啊，功德无量啊，无量该保庇身体健康，你等会收。哦。一算谢谢啊。跟两分钟的时间咯，若要好吃老婆生，若要和老师亲自给你做服务，你即卖两分钟时间看好通。来，你好啊。哦，你好。哎，你好。啊，要好吃啦哈。咱住伫倒位？我是高雄啊。哦，安尼哦，无量该你保庇啊。啊，我即卖好。哎，小邓来甲小姐讲来三算，谢谢谢谢。来，你好啊。哎。嗨，你好。老师。好，你好。哦。我要护持好功德无量，哦、你吃饱你来四川，谢谢啊！来，你个，咱到位。我中华，中华，中华，母娘给你保庇，身体健康，哦，你等会休。来，二川，二川，谢谢啊！来，你个，哎，来，你个，咱到你到位。我在台南。台南哦，母娘给你保庇，哦，你等会休啊！来，一川，谢谢啊！哦，咱哦。看到老菩萨安尼，老菩萨你其实唔免坐。哦，
尽时机改拜。这个爹的良好。咱唔免得安尼，咱都意思最主要一点心念啦，啊都。这些呢要贴一个香纸啊，但像讲你要一百块钱，我去庙里遐代替你买一个金砖同款啦。好好。我就给你出，帮你处理这样工作。困难的拢交给老师帮咱处理呀。你好啊。喂，好奇无聊。工程，各位工程无聊啊，来上山，谢谢。哦。无你来保庇哈。我看到阮家老婆在大家遐用，我安替恁真欢喜。真正老师家太辛苦啊。好，啊，这我的工课。那无啥咯，即按章位工课，即我未忝啦，我未感觉辛苦，我未感觉忝，我感觉我会当为咱即老婆山乡亲朋友来做吼，这是我的功德呢。然后这老师真正咧，看功德咧，这是我的功德呢，对不？所以老婆山你免说你无要紧哈，哦，老师较辛苦，不要紧，哎，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啊，咱来做功课啦。啊，老婆山还没好时继续看。要是啦是啦，那你啊，喂。喂，啊，你好，啊，怎么样哈？啊，你看不定啊，你看不定啊，有，哎，我是忘不了你啊。来，咱来做功课。傻姑娘，你这个还不明啊？得爱泡我喝哦。来，咱做功课哈。是张贵的家来恭请的人保留主笔，主公婆家来跟咱保庇哈。你咱这个中间病院到病房十三楼三三七五层黄圣杰，东港妇婴病院七楼七五一病房张明丽，高一十一楼到病房十六号病床林彻珍，成功病院六楼六一九室一九一层咱的贵条金，李刚乡中和川南进路十五之一号苦行家。阮林市富顺路二段八十四巷七七弄啊，二十号黄秀清淡水区大中街三十四巷十二号一楼柯阿勤啊，咱的三民区应该街一百零五号六三楼柯秀基，东中的病院十楼儿童科教病房新生里区 PI 零二床，咱的郭振硕。花莲区三民区三民街四十二之二号林丹银，邦寮病院二楼二控一病床康英龙，过来就是咱的凤山区北德路一百四十号高楼邱家应，来埔乡美和村中英路两百四十一号张素华，啊，你家恭请的母娘主编来跟保庇，让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哦。那么咱今日真侪为了跟咱母娘冬天照明来扶持吼，一个月一百块工资非常大哈。桃园张忠店六个月，南安坑庄五米十个月，洪山区嘉应三个月大了，甘祥营十个月，任务黄林秀金六个月大声，柯婉玲许浩庭各六个月，林恒李文雄五个月，大了桂明峰六个月。大清吴立淑珠吴岳林吴家辉吴建韩各三个日坚定吴心理吴心理吴个月三明区吴秀基丹志雄各六个月坚定区陈佑珍六个月摩刀赵三仪六个月帮了康英龙三个日土城廖素娥区秋雄各三个日，哦，江秋雄各三个日，但愿丁丽花六个月，花莲陈秀琴、甘文仁，啊，各有的甘淑珍各四个月，新屋吴美芬三个日，三中区张秀梅三个日，新竹的东区吴秋雪五个月，新庄黄玉秀、黄兴贤各三个日，亲戚啊。也庆祝五个月，大家少张十二个月。关山镇
范国庆、江春玉各六个月，新竹的北区林浩伟、林静怡各十叶静怡各十二个月，过来就是林彦成十二个月，林彦邦十二个月，万里叶展秀秀才十个月，过来就是周亚林春叶啊、李明芳啊，还有林金朝各六个月来补。张所说话十二个月功德无量啊！张会者来恭请，在咱无量慈悲主光菩萨来给您保庇哈！我哋当幸福小姐、小姐因修真道功名，才能通地位开通，弘扬化解界一心上，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日进入到咱的地狱容易。手把青烟插满殿，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巾风未到，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多好朋友，咱诸位先生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一定含咱做位伫咧做一个功课。小等请各位接驾今日这个功德，咱来回向我天顶伫咧杯，土卡伫咧手，水灵伫咧手的一切众生，也请驾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在过在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把今日的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欢迎大家平平安安个。那么今天的修念珠，咱请给念珠请起来，无念珠人请上去合掌，心观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的咱的昨昏的这个话题哈，咱昨讲到着这个。自无界见啊，这个见见就是见解，见解无障碍啦。所以对着这个世出世间法，拢会当来通达无界。清凉大师讲，你这个华严疏钞在咧讲着四种的这个无界啦，吼，就是咱的理无界、思无界。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安尼，这就是咱啊自性本来具足的。即阵咱的境界，咱的思想，拢有障碍。我请借问，这障碍为对来？对咱的是恶业所造成的，是无？哦，伊具足了着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这性定呢，就不能现前嘛。所以这个经典观想讲到种种不属于的一个果报，拢属于着咱自性本具的一个德能。只要你若离开着这十恶，你的性德就会当恢复啦。至于恢复到着什么款的程度，这就看你的功夫的问题啊呢。看咱修到什么种的程度呢？所以有智慧、有福德的人，一定就知影讲，离一切恶，修一切善呐。一切就是咱你这所在讲的十条的纲领。十恶呐，该拍开，就是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十善呐，该拍开，就是无量无边的善行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做功课学佛，我们就要对这学起。那不然你要把我们周边的神地识，这些亲朋好友有在我们做功课，你要跟他们说，我们不管要修什么样的法门、我们一定要为这学起，学佛要对这个地方学起，这就是我们的地基嘛。你地基没泡在，你还学什么没用？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世人当中
拢收购着迄个孙仙啊，唔是仙鸟，是孙哦，孙仙哦。所以儒家咧教人讲，戒物致知，生以正心，修心齐家。啊，佛这个佛教人讲，哎，孝亲尊师，修习善业，写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正所谓叫做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嘛。达得到咱大家来个深信啊。所以真正个相信，就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好好啊做这个功课，彻底来改正过去一寡不善的这个行为啦，包括这些习气啦。那不像咱做这个功课才有意义呢，咱不是也有对白呢？所以凡夫无用以来发现到家己的过失，反倒更加容易看到别人的唔对啦。所以呢，古代的教咱啊，看到别人的这个唔对的时阵，立刻你都要回头关照自己啊，是不是你有哪犯含伊同款的过失？凡夫唔知影家己的过失啦。你就无多去改正咱的过性嘛，这就是一般修行功夫无够好的一个原因哩，只啦。所以观察别人，立刻你都要反照自己，这叫做智慧。所以将别人的别人之过啊，放伫咱的心肝中，啊，咱家己就是罪上加罪啊，嘿，安尼都唔对呀。我再来啊。佛性显殊，也容易发现你家己的过失啊。因为印光大师有苦劝人，就爱读迄个《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甲着《安师全书》嘛。从咱家己的心性，甲着这些经文，用心来给对照，咱这些念头都拢总是善的啊。这些行为啊，到什么款的行为是恶的啊？善的恶的，你也分得清楚嘛。善心善行要保持，恶念恶行要给改革过来。所以大乘经，乘经加念啦，那念济，啊，咱的境界、咱的思想，就含咱的佛哦来接近啦。所以呢，佛菩萨的思想境界，就是咱的正知正见。今仔咱的想法、咱的看法、决定，拢是唔对的、错误的嘛。所以咱的心地清净，明知过去、现在、未来。咱的心思未去过去的代志，放下未去就一干二净，只有三不五时梦中的梦梦会起现形啊！在这梦中境界，大多数拢是阿赖耶识的精智的现形，所以这精智就是咱过去生当中，所以咱在这梦中的详细的这思维观察啊，伊当得到一点啊过去生当中所做的一挂代志啊，啊，什么时阵修到的心地清净？过去生生世世状况，伊就会当回忆起来。所以世间一般人啊，而且人的心啊比较较清净啦。啊，会当回忆到咱囡仔时代，心清净，会当回忆到过去一生二生。所以这种代志，这种人称为叫做特异功能啦。所以一般人称为叫做神通啦。神通就是对这个禅定而来，还坐入边哦。哦，你讲讲真正，这爱有功夫的啊！哦，佛的这个定功真深，禅定圆满，所以也当知影无量劫进前的代志。哦，也就是即阵所讲的，伊的经验拢比咱较丰富啦。你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所学，实在讲的，有当时啊，佫无可靠啊，这是事实啦。尤其是即卖现今的社会，《楞严经》顶王讲：“邪书说法，如行河山。”所接触到拢总是瞎听瞎听，大家拢唔对，所以今仔咱大家拢哦，有当个对唔对人啊？啊，家己个以为是啊，所谓叫做积灰生事就是安尼。时间的关系啦吼，今仔讲我做个叫咱怎么做回向，怎么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吼。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像这样啊，咱个地盘开。这两句、三句、五句，甲吞，未扎的完全爱去一路，吞一嘴，未感一句阿弥陀佛的请您。
这边看电脑林，这边看刷电脑门，没得。种种灾厄如电话，斑斑何欢似醉消。福愿保佑点灯十二关，第一关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关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关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第四关富贵无灾，百吉有庆。第五关学业进步，青春快乐。第六关家庭和乐，儿孙满堂。第七关人间友情，真爱相随。第八关发喜冲。歌咏林小姐的《月光情亲亲》，你我是黄宣荣医师，在国人团结努力下，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
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室内保持 1.5 公尺，室外1公尺。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另外，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并采取实名制，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防疫做得好，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大家好，我是嘉义科医师陈佩欣。随着疫情稳定控制，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邀请国人一起拥有防疫乐活新态度，在防疫之余也能放松享受生活。贴心提醒，防疫期间民众仍要维持个人防疫措施，例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应佩戴口罩以及肥皂勤洗手。只要落实防疫措施，民众可以放心参与各项户外活动，例如观赏户外形态的艺文表演及体育赛事，或从事踏青、运动、旅游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共同打造安心环境，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